已经有50多年了。那是5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那时的我刚被家族扫地出门，居无定所，颠沛流离。就在那时，他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鲜衣怒马，少年风流。愿与我共度此良宵美景吗？他看着我这样说道。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晚，他在漫天烟火下对我说的那句话。人情长存。夏日记上每时每刻都在诞生动人的故事，当他们放起如初的烟花，天空中倒映出的依然是他们如初的模样。烟花不是永恒的，但藏在烟花背后的美妙情感，我觉得应该和稻妻一起走向永恒。我很想和你静静看一场烟花，把今夜的美景还有你想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。啊，不要误会，不是到此为止的意思，而是关于我们的故事从此才要开始。